完结的才叫八关斋戒。那明天太阳一生出来之前，一生出来你就舍戒，刚好圆满24个钟头啊。但是现在我们的做法就是把6点改为9点了，因为怕各位不来嘛。但是这方便吧？但是以后你了解了，我们标准的八关斋是前一天晚上你就要到寺庙睡，然后3点半就起来，4点做早课，然后做完早课就受戒，受完戒以后刚天亮刚好用早斋啊，然后一直到隔天，那这样这才是圆满，也让各位没有在家里睡觉多快乐啊，对不对？练习练习那种睡在寺庙的生活，将来有机会最好有寺庙那最好了。所以第4条不骗人，第5条不喝酒，第6条这上面没写，今天不能擦香水，香花璎珞香油涂身，所以今天晚上回去不能洗香皂美发精，今天身上不能有戒指耳环，今天不要穿动物皮毛的，今天要保持这样。所以也就是说不执着外表身体的漂亮跟享受。第7条不睡卧高广大床，今天不能睡夫妻床，八关斋戒要睡单人房单人床或是睡地上啊，睡寺庙。不歌舞娼妓故往昆汀，今天不能去唱歌跳舞听音乐，你可以上网，但是不是为了游戏，是为了研究佛法啊。第8乃至第8离非时食，就是中午吃完晚上不能吃，一直到隔天中午吃完以后下午只能喝水或是加糖的水，这样而已啦。由是身口意三业道清净，成为出离世间轮回的正因，就种下解脱啦，乃至往生净土，解脱生死之根本，可以消除各种的痛苦。所以各位如今一一闻之矣，果能如法禀受佛。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，就近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传播在这个世间，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，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大家好，我是食药署署长吴秀梅。随着台湾疫情趋缓，为了让民众逐步回归正常生活，国内也启动防疫新生活运动，希望民众在维持良好的卫生习惯下安心至餐厅用餐。提醒您，如果是大型聚餐活动，记得留下定位联络资讯，方便餐厅记录。用餐前后正确洗手，保持手部卫生，并落实公筷母匙。而餐饮业者除了定时消毒桌面、菜单等器具与环境外，厨师烹调时佩戴口罩及勤洗手，也是食品卫生安全的重点。最后提醒，若有感冒、咳嗽、不舒服症状，就要紧速就医，多休息，让我们一起落实安心防疫，也兼顾安全舒适的生活品质。体会佛陀的大慈悲，就在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慈悲法语。
作为一个修学道乘显宗或密宗的人，应该观察一下自相续中有没有相似及真正的菩提心。若无，则肯定不是大乘的修行者。我们知道，真正发菩提心，远非仅做个好人、做些好事那么简单，但相似的菩提心却是很容易升起。还应观察一下自相续是否通晓菩萨戒的学处，得到菩萨戒体应如何去行持，有多少学处，破此戒过患有多少。这些基础的常识都应该知道，万不可自以为是菩萨，有了菩提心，或自以为有清净的菩萨戒体，总是自欺欺人而已。若自相续中无相似及真正的菩提心，而仅仅手持菩萨戒的学处是不够的，还不够完善。故应在大乘善知识前，如理如法地依靠阿舍离和仪轨的加持，再加上自己的因缘力，发起相似或真实的菩提心，而手持菩萨戒。发菩提心、手持菩萨戒的功德是无量的，不可思议的。这在《大乘显密经序》中都有详细的学说。佛在《华严经》中说，发菩提心、手持菩萨戒，就如同太阳一样。所发出的炽然光芒，能遣除自他黑暗的所执障。又如同清凉的月光一样，能遣除热闹的烦恼障，进而成就佛果。菩萨戒的根本精神三。密宗十四根本戒，第一根本过失，轻渺上师。第二根本过失，违越诸佛的言教。善知识有三种。有义论者，二断苦论者，三修行第一论者，以上三种正论皆为法。否认、
反斥佛陀或善知识的教法，这即是违愿。第三根本过失，对金刚兄弟起怨恨。所有皈依于佛陀座下的佛教徒皆为金刚兄弟，同一坛城或领受同一位金刚上师灌顶者，皆为具足三昧耶之金刚兄弟。师兄弟间争吵、嫉妒、斗争、两舌等等互相伤害，都是触犯第三根本戒。第四根本过失，对众生舍弃慈爱。妄失慈悲心，对其他有情众生之富裕安乐生起嫉妒、恶意或伤害之妄念。而且希望众生发生不好的事情，此不仅在基本层次上违反了菩萨戒，也犯了第四条根本戒。第五根本过失，舍离菩提心。出于贪嗔痴而断如是大乘法根，自觉佛法难修，佛道难行。众生难度，因而退失菩提心者，即犯第五条根本戒。第六根本过失，毁谤自他宗派。我们不能仅以个人修行的观点就随意批评别教的教法是否有害，第七根本过失，于未成熟法器透露秘密。对根器尚未成熟的人，宣扬密教种种不可思议之说，把密乘教法透露给那些不适合密乘行持的人，如此容易引起他人之毁谤，构成地狱之报。第八根本过失，轻蔑自己具有佛性的身体。此戒的意思是受想行识之五蕴，虽为烦恼之根源，但烦恼业障皆可转化为菩提。是修成佛果之根本潜能，若视之为无用、不够劲、下列等，